观光交接，不得了，那个时候是公务局的金马号，金马号。哎，三五七二三轮开车。对啊，最好是最好，最好是最好，对啊，没有。
好好的蟑螂就给你嚼嚼去。无人给你喊叫。哎呀，卖讲这贵的拢玻璃拢好。你看你这个顶，这个灯，叫特别的那顶，电灯。哎呀，这很特别、啊。上面。有照片可以做对比，然后它那个是，就整个的形式都就在197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有带盈利的啊，但是我们这个是属于那个本的，好，有盈利的，所以我们用的时候。
头圈。反正只要是铁的，只要加铁的都可以。啊、嗯。这个就是那个下行列车，那两下的话呢，上行列车要来。哇嘞！然后就在这个，好像是在这个站床还是在哪里，就是不退休的，退休的那个广州，广州住在这个。哦，现在在重庆。哦，现在在哦，可能就应该讲一下。啊，今天总共有十的一个站，啊，这不只是台长彭立伟，还有我们的黄站长，还有我们的，我们这次的旅行啊，是经由上海的李立伟、彭立伟以及台中运动馆这个活动的行程啊，我祝大家今年的中秋。我想今天我们弟弟是一个一日列车的，他一定要带这个去担任一个乘务工作，谢谢谢谢。是啦，列车长必备的东西之一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陆续来颁发我们的这是证书，一日列请我们的站长帮我们颁发列车长帽，站长帽来。我想这个帽子戴上去以后，真的是十全十美的列车长了。好的，哇，会不会，哇，年纪最小的一日列车长哇，戴上帽子还是很有气势的啦。好的，那我们先把我们后面的礼物呢先一一颁发完，再让大家来进行全部奖品的合影。好的，所以我们再请我们的站长来帮我们颁发是我们一日列车长才有的奖品哦。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扇形车库，扇形车库，来来来，还有第二个呢，好的，要拿好哦，还有哦，礼物很多，一只手拿不完哦。来，还有第二个也是我们台湾铁路的，这是我们小火车。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的送站长，我们还有礼物要给我们珍妮爷及珍奶奶的哦，很重哦，沉甸甸的。来，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哦。里面呢，这是我们伴手礼。后面的两组呢，我们是请我们的彭立伟来帮我们进行颁奖。我们有三组，后面还有三组，所以呢，我们时间要加快脚步。我们谢谢台上这几位呢，已经谢谢我们的立伟，谢谢。那刚才领到礼物的朋友，赶快跟工作人员领取哦。好的。欢迎吴处长。来，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苏副段长，还有呢是我们的。我们新竹站的站长，好，给大家正式出发。不会啊，出个十套就好，不能抢标。
纪念馆这里。那当然，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纪念的，包括这个彰化，彰化的纪念馆，还有这个是彰化施工所。对的，对，吃什么？超好吃，你们自己带去。那当然，这个在这里还另外有平安礼，那这个是我们的行程，就是到达新竹站之后呢，我们的行程只有这个车子的行程记录，那我们当然就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啊。那提醒大家，如果旅客还要再回到新竹站的话，就走原路回去就可以了啊。那这个部分还是请车上的工作人员要稍微解说一下啊，以免一般的旅客误会啊。我们回程到新竹就是终点站了，就是终点站了啊。待会呢，各位到彰化的时候呢，稍微体验一下哈，你知道人去看过那些年不？还没有，真的假的？彰化出站右手三叉一，那民国34年公布以后又改名为三叉站。那因为三叉的这个叉哦，跟这个义哦，义气的义，这个简写很相近，那大家就觉得说叉这个，分享一下这个差异站的简单介绍哦。好，还记不记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隧道叫？快站，收音机，我也是个小。
天一卡全本体搜查 Potential B 凌晨 AM 自强力 K Express 由高雄 Burlington Will depart soon Please for
八角圆盘的，对啊。甩旗，红旗，分解动作，一股道，哎，停，二股道，哎，停，三股道，哎，停，四股道，哎，停，五股道，哎，停，六股道，哎，停，七股道，哎。停，八股道，哎，停，九股道，哎，停，十股道，哎，停，连续动作，哎，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收起。自己。谢谢你的表演，接下来是台湾铁路歌手语表演。台湾铁路歌是由我们现任彰化站站长李庆金先生用台湾民谣撑船曲加上手语的唱和跳来表示同桌凝聚的向心力。台湾铁路歌的歌词是台湾铁路历史久，专业精神个个有，行车安全为第一，运行顺畅乐悠悠。现在由本站林主任、姚主任带领本站欢迎手语唱和跳，谢谢。
好，谢谢。台湾铁路局，谢谢您。台湾铁路局，谢谢您。铁路局的大家长哈，我们办局长哈，给我们支持哈，谢谢谢谢。我们彰化县啊，我们今天来跟彰化县长哈，还有我们台铁的同仁，那还有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贵宾，对。